看什么？你要去外面看一下吗？我看外面有水。可是外面的水很冰哦。啊？你要去玩那个啊？啊？用圈底下。对呀、啊，你看那个小朋友在那里玩。在那边有一个蓝色的游泳圈。那你在这里游，这边是温水的。这里不很深吗？要用游泳圈啊。嘿，嘛是同款啊。快点，我要去水深300。130呐。我心意啊，游泳圈在那里啊。在这里游。可是你还没有先做运动哎。怎么变成这么大了？你要先做运动。来，一来这里一做运动，这样。一二三四，2 2 3 4。哦。咦，先在这里玩呐、啊！天马会使啊，那是水疗池啊。那上面那边，你可以去玩。哇！对呀、啊，有很冰吗？嗯、啊。你可以牵我下去了。嗯。你可以牵我下去。嗯。好冰啊！啊，慢慢的。有一点冷。哦，看来他们把那个温水取消掉了，太耗电了吧？你看，人确实不多啊。那就去外面了，外面还有太阳。可是外面更冰哦。一要去外面吗？还是在这里玩？外面。嗯。你看，下来一下就不会冰了。下来一下就不会了，而且哦，你看哦，这个给它按下去，按，呜，呜，啊，我被冲走了，没有那么严重，是外面的吧？外面也一样啊，外面更深哦，真的哦。